没什么奇怪的，我就得罪人。
A lot of good. Thank you.
好不好？啊？老二好不好？老二还 OK 啦。想谢谢你啊，我们也没去你家挖竹子，后来是没事。本来想，礼拜六的时候我们都去 party 吧。对对。帮你们印刷，本来说过去，但现在他的成绩，因为小的那个昨天早上开始也是发烧，所以如果明天他好不了，明天上来看。忙不忙今天？忙今天。对。还要出海吗？我们去了，两个都做武汉出海的。对，因为他们以后到我们出海去。那你要出海，你就是当经理啊？那你自己的违约证下不简单了，他就放你走了。我没有，如果违约证下的话，他肯定要放你走。OK。对，没有我，因为我本来就没有。OK。因为我本来小孩小孩带了儿子，对，所以现在就挺好。就要最忙，早上五点起床。在哪里啊？就是你还要去经营贝斯，好吧？在我们就是门口，我才去家里。那你都做什么呢？啊，就是。啊，真挺好。OK。真挺好，挺好。那应该还是不是去了啊？那挺好。挺好挺好挺好，对，而且不远了，哎，你家不远，还好啊，开车，你还坐桥哈，没有坐宽坐那个宽坐吗？哦，开车，对，对，哎，你别，你别，没觉睡了，主要是有小孩子，对，有小孩，早上五点钟起床，哦，这么早。Thank you.
你们都是大穿，你们自己都是大穿，美女不一样，跟美女漂亮不一样。结果第一